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现场，我是李晴。新闻一开始马上带你来看空军嘉义联队一架 F-16V 战机在昨天下午坠落嘉义县东石乡水溪靶场北面，陆海空是持续的搜救，尚未飞关成翼，把握黄金72小时。最新的搜救状况，连线记者王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嘉义东石的水溪靶场。目前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搜救当中都还在持续进行，已经超过17个小时了。目前可以看到的直升机呢，原本是在靠近岸的地方搜救，但是呢，军方私下透露呢，他们怀疑可能呢要在外海的地方才比较有机会，因此呢，顺着风向开始直升机的搜救范围往沿海在更外推的地方开始进行当中了。除了空军出动直升机，海军则是出动的蛙人部队。从昨天晚上凌晨12点就已经搜救到现在，是不断的换班再换班，不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啊！而海巡的快艇呢，也在海面上持续的来回的搜索，陆军则是出动的部队呢，也在岸上不断的搜寻，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愿意放过。而这整起的整个搜救行动呢，就是飞官尚未成翼所驾驶的编号6650的 F-16B 战机呢，在昨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生了坠海的意外，而飞官本人并没有弹射座椅逃生离开，也因此呢，整个搜救当中还在持续的进行。那现在外界也在纳闷，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会发生了这起这么严重的坠海意外呢？前空军的副司令则表示，他说啊，第一点可能是因为训练的难度实在是非常的大，因为他必须是要从高角度往到低角度发射飞弹之后呢，再进行陡然的爬升，强大的驱力情况之下，有可能造成飞官发生了所谓的大驱昏迷的状况。那另外呢，昨天的气候的状况也是原因之一，可能有雾霾的关系，再加上跟海面都是属于同样灰色的色调，有可能让飞官无法去判断它在什么位置，因此造成所谓的空间错觉的关系哦。那但是这种种的原因，空军司令部表示呢，不管是气候，不管是机械还是人为的因素，通通都不排除，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调，但他们也提出一个很大的谜团，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会没有录到当时的求救的一些的发送或者求救一些对话呢？原因在于成翼上尉他当时按下了麦克风的开关，因此呢无法正常的接收到彼此通讯的一些内容，所以不管是掌机还是所谓的塔台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哦。而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那根据我目前所掌握到的消息呢，空军司令已经抵达嘉义，并且去慰问家属，稍后呢家属有可能会来到现场，并且国防部长也会一起的陪同来到这边。而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直升机，它现在呢根据风向关系呢，从外面的沿海又开始回收了回来，因此呢现在整个搜救行动啊可以说是把范围越拉越大了。那现在呢预计看到所谓的潮汐的关系，预计到中午12点18分左右是所谓的干潮，会有更进一步的搜救行动。以上是来自嘉义的现场情况，主播。